现在室外气温给大家看一下，12度。装版的零三，安装版的零三。中午来这个爱君堡，屋子不会响。楼上的猫，好像又开始整理仪容了。今天寒流来约骑车，现在室外气温给大家看一下，12度。今天要骑一样台山线慢慢骑，再找个餐厅吃饭。这保杆弄那么粗的哦，后来换的，本来买防倒球，后来觉得好像没什么用。这个精装版的零三啊，好吧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中午来这个爱君堡，来这边吃个饭，来看看吧，没有来过。它是一个透天在台山线附近的一个餐厅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就在这边啊，坐这边。对对对，一起的，一起的。阁楼上的猫，等一下吃饱饭再来去看看。放料，这个是小菜，腌萝卜。嗯，不会咸，刚好开胃。开胃小菜还有泡菜，你的泡菜感觉自己腌的，看一下，泡菜，嗯，好酸哦，好香，好酸哦，泡菜就是要酸啊，它腌的有入味，它是台式的泡菜，等下说可以到四楼去看猫，你有养猫吗？两口，我觉得它这个锅子不会响，刚刚好。我觉得火锅就是要有这种，而且它用瓦斯炉，那种百元锅就偏小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用电磁炉的，它煮到天荒地老，这种火的煮起来火力够。他们还是火加的。嗯。还要换鞋子啊？就里面一个小空间。真的哦，我来看一下，然后先拍一下环境。哇，这个猫好可爱，猫咪进食中，那只是吃饱了，它就先跑。喵，喵喵，看这边，不理人哦。来给我摸一下嘛，给拍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嗯，小黑，耶！刚吃饱在漱口刷牙，在整理自己的毛。猫咪的相簿。你是猫吗？你还觉得是？那吃饱了会不会不想动？会啊，吃完有时候对啊，差点，然后有时候就想睡觉，就会很懒哦。对对对，他们等下就想睡觉。喵喵。我们三只都认出来，然后我们两只发言，为什么要跑箱子里面呢？Hello。